大家好，为各位介绍下面这样商品。那今天为各位介绍呢，车型是 GoGoRo。那今天为各位介绍的是这个挂钩一个部分，这个是由台湾知名的厂商 MOS 所生产制造的一个挂钩。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是由铝合金加上阳极上色，然后CNC切削的一个挂钩。那挂钩上有一个立体的一个造型，那加上呢做工非常精致，我们把镜头拉近了，都是用球刀然后用把这个CNC的纹路完全的把它洗出来。那尤其像这一两年非常流行用这个球刀来洗这个，当然用球刀洗的话呢，在制作的工时上呢当然会比较久。然后我们从上方往下看，它也是一个弧面的，一个非一个平面的，是一个弧面的。那我们看一下里面的一个情况，然后这个铝合金，那阳极的一个部分，那颜色总共四个颜色可以选。那GoGoRo安装呢是直上，直接把这个机构呢拆卸来，细部分解，里面有一个转轴，那有一个转轴，那转轴的部分呢，其实直接稍微有经验的话，也是可以这个自行做一个拆解，自行做一个拆解。那颜色我们来看一下。那目前我们看到这个是有黑色、红色以及铁灰色。那铁灰色其实我们干脆把这个盒子打开来看，好，铁灰色的话呢，其实各个颜色都不错。这是一个铁灰色的部分，红色。好，那我们再看一下一个黑色。那喜欢朋友可以参考看看，也可以欢迎到目前看到影片的正下方连接到我们的一个粉丝专页做询问。那总共有四种颜色供应，全台限量只有50个。重复一次，全台限量只有50颗。喜欢可以参考看看，谢谢大家。